Kapal. Xinjiang 不是孤立的，也不是可爱，不仅仅是独狼式的袭击，不是，特别挑战的是他们在暗处。他们主要招募的对象是，大部分都是青年群体。阿库尔三班，查拉布达皮斯帕德曼曼。我要这个案件不罢了，这个秘密组织。我是当年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人。首先把我们内部的两面人我们先铲除。 我要把这些侮辱歧途的这些孩子，我要把他们拉回来。他牵挂的孩子已经找到了。他真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。